准备的游戏是伪奏猜歌，成员们听歌曲伪奏进行猜歌，每首歌有两个不同长度的版本，播放过程中成员们可随时举手抢答，率先答对歌名与歌手的搭档积一分，最终得分最低的一组搭档将接受惩罚。好的，来吧，请听题。就两几个和弦确实听不出来，虽然我对音乐这造诣很深，听不出几个和弦。别了，对音乐不太敏感。发药吧，你先玩去。那补药的拿。过过。还有长度，还有人家还有长的版本呢。上一个游戏还没玩呢。那都答不出来的话，我们放稍微长一点的版本。好。对你在一起。叫啥来着？哎呀，我就到嘴边了。一直很安静，一直很安静。梁静茹。错。不是梁静茹。梁静茹，你。是的，是梁静茹。如果的是不是？不对。勇气。梁静茹。不对。啊，王菲《红豆》。回答正确，回答正确。哇，厉害呀，这选手。还没好好的感受。有时候，有时候，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。来，下一题，请听题。啊！啊！有没有队友的你如此强？他可以帮我们排除错误答案。郭富城，动起来。回答正确。哇！动起来，为新的心情喝彩。动起来，这世界充满期待。动起来，做最精彩的一代。好牛了，好牛哦，风华小曲。目前凯哥领先了，我们下车吧。我要吃橙子。哎呀，谢了。哎，真应该不是白鹿子。他们俩音乐造诣都好，他们俩在一个组就基本别玩了。早知道我那上一轮就不那么拼命了，让我走好了。你要把我这么走，那我一个人更丢脸。再来一个，来，请听下一题。我知道，但我想不起歌名。又又这个闹，在你的心中，你的手指头都飞翔。就是这首歌，我想不起来名啊。天上之上，天上之上。月最炫那个月亮之上，凤凰传奇。错。啊。你都快唱完了，这啥名字呀？我许愿吗？去远方，凤凰传奇去远方。错。哟哟哟哟哟，这个脑部跟玻璃里还一个。这都在嘴边上了。是谁在唱歌？那是歌词。温暖的心窝。温暖的心窝。叫啥呀？那歌？就在你的心上吧。这不是。在你的心上，啊，什么？你怎么又知道了？自由的飞翔，自由飞翔，凤凰传奇，沈月对，自由飞翔。哎呀，谢谢，谢谢，哎、谢谢、哎、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我会捡漏啊，我谢谢，谢谢，哎呀，我们半分算不算？哎，给半分呗。没有。我鸭蛋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是那个浪子的。来，下一题，请听题。
这个间奏啊，太鬼段了，这个再放一遍。贝加尔湖，大哥，李健，回答正确。哎呀，我俩突然答住一题，我以为我跟这个游戏无缘。这你都能猜出来？你清澈又神秘，像贝加尔湖畔。完了，我俩怎么办？来，下一题。好耳熟啊！是不是你们那个年代的沙哥？这首歌他不老，他不老，他很年轻，他很年轻，但又没那么年轻。真的吗？对，再放一个长一点的吧。哎，怎么这么熟啊？这首歌，怎么这么熟啊？总是在大眼瞪小眼。好熟悉的一首歌呀！再来一遍。沙哥，沙哥，沙哥，陈慧琳不对，你们说吧。播音了，一千零一夜，回答正确。恭喜获胜的成员，你们可以品尝美味的脐橙。哎呀，沙哥和乔欣，很遗憾，你们需要接受惩罚。这是干嘛用的呀？这个辣木籽，初尝微苦。回味甘甜，能够排毒护肝，还具有养颜的功效。排毒养颜，但它那个味道会在嘴巴里停留很久很久。这样，我们同甘共苦，好不好？共苦吧，我们都吃吧。我帮你们尝一尝，味道如何？最后还真的有一点点回甘。哎，哎呀，这苦啊，有点那个老生姜片儿，那人参有回甘啊，现在开始回甘了。这个叫人生一样，你以为先苦后甜，那后面的甜跟前面的苦比起来就不值一提。对，就这种感觉，似乎没有甜。乔欣，啊，这份子特别清楚。大家休息一会儿吧，路上。哎呀，终于能小睡充能一会儿了。